这次过程呢，23日至27日，这次过程将自西向东移向我国大部地区，气温先后将下降6到10摄氏度，西北地区东部、华北北部、内蒙古及东北地区等地降温幅度可以达到12到14度，局地降温可以到16度以上。上述地区呢，并且会伴有5到7级的风，阵风会到8到9级。内蒙古中东部、黑龙江、吉林、河北东北部等地有大雪或者暴雪，局地有大暴雪。寒潮每年这个都是在11月份，一般都会11月初或者11月下旬。这次过程现在出现跟往年应该是差不多一个时间。这次寒潮过程影响范围较大，主要是因为冷空气聚集的能量比较强，所以冬季南下之后，基本上我国全国范围内都会受冷空气的影响。降幅度最大的地区，一个是甘肃中部，像祁连山区。内蒙古的中部、东北地区，主要在吉林、黑龙江这些地区，降温幅度能达到14度。像大兴安岭可能会达到18度以上的降温幅度。